反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第58集的五乐反衬。我是法印法师，我是可可啊，我是朱少云。喂，其实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我们在那个即我们未开声之前呢，有人会讲呢五乐反衬，大家仲估到是哪个来没啊？不知道，我觉得那把声很真咯、啊。我觉得那把声很可爱。是真的适合做人啊，那个就是我们。所以他想事业好一点嘛。事业好一点。好，哇哇啊，好好啊。我们上两次讲了很重点地讲了这个上头柱香和犯太岁。是的、就是、破解了不少迷思。是吗，即都是一些新年的顺应新年的一些习俗都要讲一下的。是吗，很多人都会觉得、哎、一年之计就在于春。是吗，新年来了我都希望即是样样都好。是啊，那我们呢继续呢个新年效应，上次已经透露咗，我哋会讲下求签嘅习俗。哇，好似啊你呢个声。好，咁啊，喂，嗱，我哋咧就先讲啦，因为我以前真系做过呢一个嘅功课，即系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做过呢个研究，我真系亲身去过嗰度黄 X 仙嗰度做研究嘅。即系去求签拜做研究。我哋系一组人，我哋一组人去做嘅呢个嘢。咁使唔使揾人负责去求一个？要，即系你揾人，即系平壁時報，我真啲講啫，《三國日報》嘅通常哦，《三國日報》咪都每一年咧初二佢哋咩去車公廟，係咪初二定初三噶？初都好似赤口啊，係嘛？正翻去初三係咯，查下啦，我唔記得咗。真係車公，但係因為初二噶嘛，但係通常啲人係初三。初三去嘅咁樣咧，就劉 X 法啊嗰啲咁樣咧，就會去為香港啊或者為沙田區咁樣求支籤噶嘛。哦，係啊，係嘛？局长，当年何局长就出咗条，唔系求之下下签。跟住嗰年系咪沙士啊？嘛，系啊，做沙士。系咯，笑到系啊，算唔算准咧？然后准咧呢啲。嗱，你知唔知我而家我真系有个手上面，我有一个学生咧系做紧车工嘅研究，所以我唔讲住。系。我讲咗好似俾晒 tips 佢咁样啊嘛。咁佢就做车工研究，佢就话咧，佢提出一个好好嘅 point 嘅，佢话以前咧车工系一个属于沙田区一个区神嚟嘅啫。咁慢慢發展咧，就發展到一個香港嘅神啦。咁啲人咧就會即係香港嘅運程點樣咧，都會睇住阿車公嘅頭嘅。去到而家咧，竟然係發展到咧，係淪為一種即係政治啊或者社會嘅喉舌。你有冇留意最近喺今年啦？車公嗰個嘅，我哋冇車 X 公添。阿車公俾講噶嘛，係嘛？係啦，咁就有一個綠。即係好似嗰啲環保團體咧，咪話幫白海豚求籤係嘛？哦，中華白海豚。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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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就求出嚟又話唔好啊嘛。咁佢就即係從嗰個簽文裏面咧就 interpret 啦，就話而家啲人咧都一路唔肯去做一啲環保嘅嘢，又唔肯去保護呢啲咁樣嘅即係海洋嘅生態生物㗎嘛。嗱，咁佢咪淪為一種喉舌咯？即係我借住一樣嘢，然後佢就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因為佢嗰啲簽文其實係好 broad 噶嘛，即係可能大圍嘅，係啦，好大圍，可能係一個故事嚟嘅，咁你可以借佢嚟講一啲嘢。我學生而家就做緊呢件事啦。聽，使唔使提醒佢聽一聽？係，我覺得佢呢度有得做噶，即係佢係做緊，係啦，成個車工個發展由本身係沙田嘅神，一路發展到去一個社區，然後從社區裏邊發展去一個即係我哋叫香港係算係一個。特別行政區，係啦，即係更大嘅一個範疇嘅一個神，甚至乎而家係成為咗一個政治同埋一啲即係社團，係咯，社會議題嘅喉舌咯，係啊，連《三國日報》啲記者都會話：我而家咧就代香港市民又求支籤咁樣噶嘛，又話又而家咪又咩特首選舉嘅，又話即係為兩個特首嘅選戰又求支籤，咁佢咪即係淪為一種喉舌咯。咁然後就多啲嘢寫咯，有多啲嘢講咯，即係附以自己嘅一啲意見咁樣。咁但係求籤。嘅話係咪即係淨係講運程啊？即係當年有啲 sense 喎，所以點解我唔講車工咧？就留翻俾我學生做啊，等佢做完出嚟，然後我同大家分享。你 present 出嚟嘅，但我自己我就做黃 X 先嘅研究嘅嗰年嗰陣時，咁我哋就真係一組嘅同學咧就走入去，咁然後即係留意咗好多嘢。我想講一啲趣聞俾大家聽先。咁但係咧，其實喺黃 X 先裏邊咧嘅籤咧，自古嚟講咧係有兩種嘅。一種我叫做藥籤，一種就叫做運籤。運籤我可以理解到，即係你哋一般係啦，運程啊。係啦，係啦。咁但係藥籤係咩？即係身體。因為以前咧，你有冇留意香港嘅社會咧？我哋係我哋嘅祖先應該係移民嚟香港噶嘛？我哋唔係原居民啊，你姓鄭嘅。鄭嘅。
你啊姓朱歐嘅，我姓歐，你姓歐嘅。咁我以前俗家姓咩？我唔話俾你聽。總之我都唔係原居民，即係我唔係香港嘅原居民。即係香港原居民，譬如話元朗姓鄧啊、姓文啊、姓彭呢啲咪原居民咯，即係大族嚟嘅。咁但係我哋多數都係移民落嚟嘅。香港年代由國共內戰啦，然後有啲人又怕係啦，怕文化大革命啦，所以大革命啦，咁啊走難嚟香港。哇，好甩咳啊！咁啊走難嚟香港。咁所以香港嗰陣時嗰個嘅經濟都比較差啲嘅，即係好多貧苦大眾咯。咁佢哋有病咧就冇錢去睇醫生。去求籤啊！冇錯啦，就去睇下黃奕時先對於佢哋有啲咩指引咯。咁但係有指引嘅話，可唔可以解決到？好好笑嘅話俾你聽，我真係做即係列曬咁多條方出嚟。嗱，話説咧，其實佢就總共有500簽嘅藥簽，但係而家流傳出嚟咧，都係剩翻100簽嘅啫。其餘400已經失散了，係啦，散失咗噶啦。咁但係咧，就話説咧，喺佢嗰個梁氏家藏嘅機事簿裏邊咧，係可以揾到。即係因為以前咧，黃大仙最初嗰種信仰係包含埋有符機嘅。哦，有符機。但我哋今日真係冇時間講啦。如果唔係，我話俾你聽，點解佢會漸漸冇咗呢一種風氣？我哋真係做過研究嘅咧。好啦，咁我哋要講啊，其實藥簽嘅方法係點咧？你有病，咁你自己親身嚟求又得，或者你家人有病，你幫家人求又得。去到啦，咁啊搖嗰個簽筒咧，你快係啦，搖完簽筒，然後就要摘嗰個聖杯咧，即係有好似即係有兩粒好似豆咁樣嘅紅色嘢咧，杯圓形咁，然後就掉高咁啊掉落地，咁然後一邊係正面反面咁為之一個聖杯啊嘛。哦，係啦，電視劇有做，係嘛係嘛，你知道啦。咁啊，即係三次聖杯之後咧，就代表咧呢一支籤咧，你抽嘅係啱噶啦。哦，咁就確定嘅係。係啦，你知道。即係要三次。三次嘅，即係好啦。咁其實咧，我話俾你聽，喺500簽裏邊有43簽係冇藥方嘅，即係冇得救啊？唔係。總之係啦，嗱嗱500簽佢裏邊都係處方嚟噶，譬如話咩麥冬啊、防風啊咁俾啲嘢你，幾碗水煲埋幾碗，佢寫得好清楚嘅。哦，咁但係嗰冇寫藥，冇寫嗰啲咩，我讀俾你聽啦，好好笑嘅真係。這個、呢個咧佢唔係藥方嚟嘅，就係、是、一啲真係食藥嗰藥係咪啊？就是、藥簽咯，係啊，係咯，食藥嗰藥咯，係咯係咯。佢500簽裏邊有好多係藥方嚟嘅，但係500裏邊有43支唔係藥方嚟嘅。是什麼？這個是令到我覺得最有興趣的地方，所以我就特意要去做這個黃大仙。講了啦，剛才都說了嗎？行不行？行不行？做這個研究。好了，例如第一方是什麼呢？放開心事莫憂愁，不在君臣若可料，是不是這個？福澤吉人神擁護，安閒靜養自心修。即是話你放下啲啦，心病你係冇得醫嘅呢啲。嗱呢個係啦，呢個都算啦，係咪都有啲係咁？譬如你睇中醫嗰啲，哦你鬱結嚟嘅啫，你睇開啲得。好啦，呢條都算。佢有啲係絕到點咧？例如，哇呢一條真係我覺得好絕啊！第13條方，平日虧心事，今朝悔也遲。改過當行善，心中自細思，無方話埋俾你聽，冇得救啊！你即係直接話你，即係話你做虧心事多。我真係我覺得好正咯。點解我要做呢個研究呢？即係我唔係話要研究佢究竟佢啲簽文有幾準，我要睇下佢裏面其實佢混含咗一啲係大家即係一個幾普世嘅真理嚟。再讀落去你知啊。好啦，例如第37方。莫言咒罵作平常，咒罵多為自己當先。我叫你唔好鬧人啦，鬧鬧下啫。其實咧，嗰啲罪孽就係自己幫翻啦。好業啊嘛，係嘛？係啦，勸以即係勸你啦，洗心貧悔過，免他家宅如災殃。即係如果你唔悔過嘅話咧，就將會咧就累埋屋企人。係啦，累埋屋企人。然後咧下寫住咩咧？下壇作福，明日再求。作福嘅即係要你做啲好事啊。然後先。第二日嚟過啦，你再嚟過啦，咁樣咯。哦，咁其實佢好似點醒佢喎，叫佢、即係平時做得某一樣嘢特別多，咁就做一啲業，跟住又叫佢啊，你從住呢個方向改過啦，咁就可以冇事嘅。係啊，係啊，仲有一個好笑啊，第23方。高枕自思量，不需论短长，任他忧与喜，可自守心长。然后告诉你斋戒沐浴3天后再来。
就係佢好多時都係下壇作福啊，明日再來啊，唔知點點點啊，再求啊，一就話咩無方，你冇得救。咁起碼下壇再來，即係有得改過嘛。係、啊。但無方嗰即係一下就判咗你死刑嗰種感覺，冇得救啦。無方就話俾你係，因為你平日做咗虧心事多咯，即係做咗太多衰嘢啦。係啦。神仙都難救。冇錯啦，點解我話我唔係研究佢魂籤，我係研究佢嘅藥籤咧？我覺得佢最特別嘅喺呢一度。啊，系咪真系因为佢平时做得即有啲平常人就冇乜问题，就系、是普通嘅药医药都可以解决，但有一啲咧就系太过做得太多亏心事衰嘢，咁冇错啦，根本上系无医食可救，系啦，即系响嗱，点解我研究佢？因为我系佛弟子啦，我站喺一个佛教嘅立场去睇呢件事，我觉得佢有趣系因为原来系真系有一种普世嘅价值喺度，嗰种普世价值系你总之你做咗一啲坏事。你就會有惡果，你做善事就會有善果。好啦，眾生嘅病係兩種嘅啫，一種我哋就話係佢嘅即係身心嘅病嚟嘅，一種咧即係業障病啦，一種就係煩惱病。好啦，業障病你可以從兩個方法去醫噶嘛，一係食藥，但係點解有啲人食藥都唔好呢，就是、因為佢嗰、那個業報係未完全消曬嘅，咁所以你一定要係要懺悔啦。去做善事，點解佢會話俾人哦？你下壇然後去齋戒沐浴，齋戒係其中一種嘅方法，係令到你得福噶嘛。另外啦，下壇作福叫你做一啲善事，然後先再嚟，都係希望你去儲一啲福報。你想好，你想你個病好，原來係從你嘅福報而嚟。咦？咁咪同佛教嗰啲思想都真係好接近，普世價值嚟嘅，我覺得。即係你去到一啲位係根本就冇得醫噶啦。咁但係佛教會話俾你聽有得搞嘅，你真係試下點點點，即係你譬如話你要持齋啊、持素啊，然後啊你去多啲幫人啊，做一啲善業，中福氣，冇錯啦。咦？但係辦法師啊，我呢啲又係平常人係咪先？雖然藥籤非常之有趣啦，但係我對於運程呢啲嘢比較有興趣。係嘛？咁我哋想知運籤係嘛？係啊。求嘅方法一模一樣，我唔使講啦。即係話你想，哎呀，我今年任神年嘅運程係點咧？咁你去求下啦。喂，但係我話俾大家聽，佛教係唔主張咁樣求籤嘅。嚇？攞個 guidelines 指引啫，係咪？點解話咩唔好求啊？你求咗嗰支嗱上籤，你就恥住。嗯，系啊，系嘛？嗰啲签唔好，你就成年都弊弊翳翳、噏噏耷耷咁样，摆明就唔系行衰运，你都觉得自己行衰运，系嘛？咁、又系喎，我平时睇啲星座运程咧，佢话我嗰个星座咧得翻一粒星嘅时候，我嗰日都觉得自己真系特别下下都喺度，我又冇扑嘅，但系就觉得诸事不顺咯，搭 lift 咗，你明明就系揿到，又闩咗 lift， 冇咗爬十层楼梯咁样翻屋企，好惨噶。系嘛？系啊，我就所以就话，即系佛教都唔主张你去求嘅。不过即系佢，我哋话俾你听啦，你个求嘅方法其实一模一样嘅啫。系咁，总之运签咧就总共100签，有上上上吉、中吉、中平、中下下下等6级。咁系咪唔同签筒噶？咩唔同签筒啊？咁你求嘅时候咧，你攞求运咁啊，攞个运签筒噶嘛？不过其实咧，而家药签已经越嚟越少人求，多数都系求运签嘅啫。因为始终唔同。系咯，我都唔见啲签筒有咁。又冇药签噶啦，所以一路咁样留下留下，散下散下，剩翻一百啦。咁然后咧，好好笑嘅，你去咧，黄大仙隔篱咧，佢有一间中医嘅中心噶嘛。赠医施药噶嘛。系啊，赠医施药噶嘛，你都唔使去求签，你就咁去睇啊 ，OK 噶啦，而家。已经唔同年代唔同咗。系啦。咁但系我哋讲下咧，既然讲开呢件事，我哋就提出一啲政治政见出嚟，即系话俾你听，你唔好求咗之后你就认住，所以我就唔介绍运签系咁解，我就反而介绍药签，话俾你听，原来系有呢啲智慧喺度嘅。明白。系啦，咁另外咧，我哋从呢个求签咧，咁我哋就有一啲发展睇咗出嚟嘅。求签史系啊，嗱，有啲发展好好笑，我唔知道你真有冇留意，你哋平时一去到就梗系挂住求签，我哋做研究系点咧？简直系眼观四面，然后耳听八方，睇咗啲咩出嚟咧？好少啲人咧会唔会觉得我好沙尘嘅？要问其他问下啲听众系咪叫佢填啲 questionnaire， 或者去 Facebook 度咧？请问法眼法师系咪沙尘？觉得嘅就 like， 我真系冇人 like。你真係去睇下啦！你每一日去過嚟求籤先。其實咧，因為華人廟宇委員會咧就已經係委託咗東華三院去負責呢個釋迦園嘅管理嘅。咁就所以咧，東華三院喺1991年咧就喺釋迦園嘅大殿旁邊咧就興建咗一座叫做哲理中心，哲學嘅哲，理論嘅理，哲理中心。其實簽證係咩嚟？唔清楚，里面就系全部都系嗰啲解签嘅摊档。啊，系咩？我叫哲理中心，我就系只有解签噶。嗱，不过你哋净系走去求签同埋解签啦，佢嗰个就叫哲理中心，哦、大鸡乸咁大字写哲理中心，系啦。点解佢唔叫解签中心啊？
啊？好甩好甩嗰啲，點解唔叫解簽中心啊？我就知邊檔解簽好嘅，你明唔明民間人咯？嗱，其實咧呢個哲理中心嘅命名咧，相信同香港社會嘅進步啦，呢、這個括住進步嘅意思係點咧？就係九十年代嘅香港人咧，係已經受一啲西方思想影響得好深，佢哋好重視科學，貶低呢啲傳統嘅民間信仰嘅價值，多數會指佢係迷信，係咪？好啦，咁相信有關嘅人士都會覺得咧，解簽鋪嘅集中地，如果即係寫成係解簽中心咧，就渣好多啦，係咪？如果將佢寫成哲理中心咧，好似佢係一種即係一種學問嚟嘅，係、玄學嚟嘅，咁咧就令到啲人咧覺得，嗯，我哋係即係呢一樣嘢咧係。其實我哋未解釋到啫，其實都可能有機會係符合科學嘅，咁所以就叫哲理中心。馬上高級咗，係咪睇到香港嗰陣時候，即係嗰個發展？以前解簽鋪就係解簽鋪咯，佢就幫佢諗個名，冇錯，九十年代即係改名叫做哲理中心。好，另外啦，而家嗱，你真係要留意，你平時求簽都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嘅，就發覺咧。而家咧喺呢個息息元王大仙裏邊咧，俾善信用嘅簽筒咧，係有中文、英文同埋日文嘅。誒係咩？咁型嘅咩？冇錯，淨係得中文嘅咩？我想問點啲外國人喺度跪拜，即係佢哋都入鄉隨俗係試下咁樣啦。因為我想話俾你聽，點解會有誒、即係鬧歪啊？好好笑嘅就係話咧，原來咧參加呢個解簽求簽活動嘅人咧，已經唔止係本地人，有好多遊客噶，係啦，有英文有日文嚇、啊，即係有不少係外籍嘅外地人嚟到遊觀啦嚇、啊。好啦，我去嗰日咧，即係我做研究嗰陣時咧，都有十年前嘅。咁我而家唔通再行過去咩？係啦，咁我去嗰陣時咧都有十年前嘅。我哋見到咧就大概有即係十幾二十名嘅外國遊客喺度就參觀緊嘅。咁原因係咩咧？我哋一問之下咧，就發覺原來咧，香港政府喺2001年咧嘅8月1日至到11月3日咧，推出咗一個叫做漫遊十八區嘅活動。咁呢個十八區，黃大仙區係其中一區。去黃大仙搞咩咧？就係、是、其中一點咧，就係去嗰度睇嘢啦。啊，係參觀寺廟。係啦，所以原來遊客係有興趣嘅。即係你而家你譬如話你去睇即係睇寺廟啦，睇街市啦，佢廟街啦呢啲咁樣，佢哋都覺得好特色嘢嚟。咁所以咧，呢、這個解簽求簽活動咧，已經係進一步發展到去咧，喺國際嘅層面。冇錯啦，已經去到遊客嗰個層面啦，即係希望推廣出去，所以連中文、英文、日文都有嘅。我覺得可能遲啲會更加發展嘅。係嘛？所以我都話，即係你睇唔好睇咁表面，就係、是、求嗰啲雲簽有乜搞啫。係，但我覺得好得意咯。尤其是那些叫你摸一嚿無方拍照嚟有啲冇嘢冇得搞嘅就無方。無方係啦，咁啊，我呢、這個即係你覺得求簽呢一節係咪都幾得意啊？多咗好多認識咯，起碼我唔係淨係要揾簽先啦，係啊，唔去啦。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都。之後嚟緊嗰集，我哋會解釋一下點解你會抽到嗰啲籤啊，諸如此類。其實即我都話普世嘅一啲價值嚟嘅，咁可能係唔同嘅 interpretation， 但係你會即有一啲嘅理解喺度咯。咁所以我哋之後嗰集就會講下，因為佛門唔知有冇求籤嘅咧，究竟有冇咧？所以呢一集講求籤都幾得意啊嘛。冇錯，即起碼我哋知道咗民間信仰嘅求籤係啲咩。咁究竟如果佛教有求籤嘅話，究竟會唔會？系啦，咁样咯，好嘛？我哋呢集到而家啦，拜拜，拜拜。